今天我们又来看这个菜长得怎么样了？看起来好像今天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简单看一下。中间的叶子长大了，而且向外面延展开。土壤呢？土壤还好吧？这里面都已经干了。好，今天再给它加点水，希望它可以长得更快一点。那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回来继续看。